民进党12号发表创党30周年《我们的民主时代》影片，主题分别是不向命运低头追求民主篇与走上街头奉献专业篇，内容主要是以女性以及素人党员为主，讲述他们在30年前投入党外运动以及过去30年来的心路历程。当年为党外人士印制文宣产品的廖辉松在记者会上表示，想起当年承受的风险与民进党成立已经30年，感触非常深刻。他说，印刷厂印一张传单竟然会去判刑，那个事件是在我脑海中，但是咱作为一个台湾人哦，咱一直思考讲，这个威权在给你压制咱台湾的时阵，咱要安怎用咱有法度的能力来甲这个压制这个威权的政权要安怎来对抗？民进党表示，在创党30周年的现在，透过访谈30年来陪着民进党参与各项大大小小社会运动、公职选举的素人党员，从他们的记忆里发现更多关于民进党的故事。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